大家好，我刚刚从山上面收了一群野蜂回来啊，我们现在把它合并到这里面去。这一群呢，上次那个王被我抓走了，我现在打开，把里面的王台给割掉。我们在合并之前呢，我那一群是有王的啊，我们要把那个王台全部割掉，割掉之后才来合。好，这里面没有王台了啊。放回去，割另外一批，那开始凶我了啊！这底下也有好几个王牌啊，全部割掉，不要了。我本来想去淘宝上面买一只王来借的，买一只楚王啊，然后谁叫他没有货，一个都不能剩啊！这种没有造好的也要把它全部割掉啊，一点点都不剩啊，一点都不要剩啊！你不要说看有一些没造好的，你就把它留着啊。全部要把它割掉，割得越干净越好。割得越干净越好借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匹的